去演唱给大家。因为西班牙文里面有一个字跟台语很相像，看什么字呢？佛虾，佛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那个有听到佛虾这个关键字，对不对？关键字的麻烦，麻烦把手举起来一下哈。好，那这首歌就是《鼓声或响，故乡哪样》，送给大家。超市乐团，